咁其實如果訓練嚟講最辛苦係乜嘢咧？我覺得其實樣樣都辛苦嘅。其實如果一個練習唔辛苦嘅話咧，就唔算一個練習啦。咁所以其實樣樣辛苦嘅。其實每一個動作如果辛苦嘅話咧，其實好容易會放嘅。其實我曾經都想放棄過嘅，但係都係嗰句啦，堅持咯，咁先可以有進步咯，係咯。咁可能比賽裏邊你射，平時比賽裏邊可能你射得個四五球，但可能練波咧已經係射緊過百球啊，過千球，一個禮拜已經係過千球啦。咁所以都係嗰句啦，台上一分鐘咁就台下十年功咯。